欢迎收看宏观热点，我是刘红。商务部四月份宣布，将就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进行贸易壁垒调查后，引起两岸极大关注。10月9日，商务部宣布将调查期限延长3个月。相关话题，我们连线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听听他的解读。邱毅老师您好。哎，刘红好。大家好，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关于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进行贸易壁垒的调查期限延长3个月，至2024年1月12日。您对此怎么看呢？它会产生两个很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台湾的部分产品很可能就没有办法再进入大陆市场，也一样的被限制。因为你台湾限制大陆产品啊，那大陆当然站在公平贸易的立场，也会限制台湾产品进入大陆市场。那更严重的是第二个影响，它可能会造成 ECFA 全面的终止，至少在 ECFA 里面的早收清单就会被终止。那一旦 ECFA 的早收清单被终止的话，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那台湾的传统产业跟农渔产品就失去了最重要的大陆市场，而这一部分过去是台湾维系台湾经济成长最重要的支柱。那一旦没有了，如果依照保守的计算，台湾的 GDP 的成长率会下降1个百分点，而台湾的整个失业问题会因为传统产业跟农渔业受到重大的冲击，最后因此发生严重的失业跟凋敝，所以会在台湾引起重要的关注跟普遍的议论，也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回到世界的本质，如果台湾采公平贸易，大陆对台湾采惠台政策，台湾的产品进入大陆可以免关税，或者是极优惠的关税，那台湾也相应的对大陆要进入台湾的产品，台湾也开放，大家维持公平贸易，维持市场机制的自由贸易，那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所以如果说台湾能够悬崖勒马，能够也开放大陆产品顺利进入台湾，那这一个贸易壁垒的调查就会在皆大欢喜的情况下就会落幕。所以就看台湾怎么做调整，怎么去因应，怎么去应对了。好的，那么台湾近日再度掀起食品安全风波，在鸡蛋疑云未散之时，又爆出进口的美国猪肉习产地标识成加拿大猪事件。面对民众关切，民进党当局对此事却是一味甩锅推责，对此您如何评价呢？你把美国的毒猪来猪改变习产地，欺骗台湾人民，改成了加拿大的猪肉，这当然叫做视台湾人民如草芥嘛，当然引起台湾社会的强烈的不安嘛。而这个事件跟前面的鸡蛋的问题不是一样吗？前面鸡蛋的问题是巴西进口蛋的问题，也是改了洗蛋地，而现在面对的猪肉的问题又改了洗产地。民进党对于他让不肖的业者去改变洗蛋地或者洗产地，把进口的过期蛋或者是进口的美国的来猪的有毒的猪肉，然后改变成不同的产地来欺骗台湾的民众，然后甩锅，事情发生以后再甩锅给业者个人的行为，甚至把他甩锅说这是在野党刻意的政治斗争，或者是民间在制造谣言，还让台湾的警察对于发现这个问题
提出了疑问，有所抱怨的台湾人民对他们查水表，甚至用社会秩序维护法去查办在台湾的社交平台上面提出疑问、有所怨言的民众，这一种严重的甩锅、卸责、不负责任，还把怒气发泄在在野党、发泄在台湾人民的做法，在台湾当然引起严重的民怨，而这个民怨如果再扩大的话，自然会影响到民进党这一次的大选。